那个海蜈蚣，准备明天过来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昨天因为那个过来放了一下鲈鱼口，今天准备过来说，看能不能有个好的收获。好了，现在准备下去了。昨天放的是一大排过去，都是哦。现在准备来收一下，期待能有个好的收获。好了，现在准备来看一下。哎，他住哪里了？哇，折断了，应该是挂底的吧？再往前面看看，啊，这个又要被吃掉了，等一下过来补啊，海蜈蚣。啊，这个都已经，这个地方看来放得太高了，都已经给推干了，又要被吃掉了，再往前面看看。什么东西呢？嘿，哇哇，这条黑的哦，这条可以啊！哇哦哇，这条起码有个一斤吧左右，水拿一点给大家养起来。好了，再往前面看看。这个药还是被吃掉了，再往下面看看。哇，这个海蜈蚣被什么吃下去一点点了，等会再过来补吧。嘿，哇，狗杀，我们这边是一些活杀，哇，这条可以啊，哇，力气很大哦，哦，哇，这有点不好脱钩，哇，又是一条活杀哦，狗杀哦，看来今天是要发他的节奏啊，可以啊，再往下面看看。哇哇，是条黑鲷啊，这个得小心一点哦。哇，看来今天真的是要发大的节奏哦，这条也不错，有个一斤多一点。上往下面看看。哎，哇，竟然是一条小的小刺鱼钩，我给吞肚了，难怪会死掉。哎，这么小都过来吃啊！这个可以吃掉了，这个来不要了吧？人家是有鱼了。嘿，那没去发现一条鱼哦，是一条黑鲷。哇！哦，哇，这条可以哦，有个一斤多一点吧。哇，看来今天真的是发财了哦。这边一条是有公。哦，死掉了，可能跟浪被这个浪给打上来了吧？啊，可能是干死的，个头挺不错啊，带走了。再往前面看看，嘿，这边有条黄鲷，是黄鲷哦，个头还行哦，有个三四两，哇，可能都给搁浅都死掉了。这应该干够浅的哦，这个红是这个鳃还是红的，哇，今天说我可以啊。好了，向下面看看。
开到哪里了？给开到下面了，估计拉也拉不掉了，只能那个把手机先放在这里，直接下去，不然没办法。因为这个地方肯定挺深的。到底卡住哪里了？好、哦。哇，这底下更深。嘿，嘿，感觉又碰到一条鱼，不知道什么鱼。你开在哪里了？奇怪，哎，天老王，哇，谁的黑钓啊？可恶呀，今天，干啥？别给跑了。哇，难怪可以开在下面。哇，这条可恶呀，起码有个 A 星板左右啊。看来今天是真的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哇，一般见这个卡组的肯定一般有鱼，不然不会被卡组。哇，这条可以啊！哇，今天看来是只有收获满满的节奏啊！啊，这是给他绑回去，等会再过来挂鱼啊！赶紧在我身边看看，本来这个时候快涨潮了。这个还是没有啊，又要被什么小鲨鱼给吃掉了。再往前面看看，哦，挂住了，还有光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再往前面看看，这个还是没有，又要给吃了。嘿，前面这边有条黄钓啊！哇，又是一条红钓哦！这一天可以啊！哇哇，大概有个七两左右吧，哦，还不错，啊，都放在这边都快再生鱼竿了，也不错哦。这个鱼竿还是红的，肯定新鲜，又是一条。上前面看看，这个海蜈蚣还是好好的。哎，哎，最后真最后一个了，昨天就放到这里是最后一个，哎，这个也没有，这海蜈蚣被吃了，下来补一下这个海蜈蚣，现在海蜈蚣已经全部挂好了啊、哦，这时候我来看看今天的收获了啊、哦，今天收获还不错啊、哦，大叔来看一下，哇，今天让我抓到好几条黑钓、红钓，还有一条这个国鲨，这些起码可以卖个好几百块钱、啊，今天收获可以啊、哦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一处理好，清洗干净后，准备好蒸箱、葱花，就可以开始煮了。多了后放进去。有了以后，放进这个鱼，给它煎一会儿。变成这个金黄色的时候，把这个鱼先给它盛出来，给它爆一下蒸箱，葱花放进去，煮开给它放进刚刚煎好的这个鱼，再给它炖个十分钟左右，现在差不多快炖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放进这个枸杞。再给它炖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最后来点葱花。下手班了。这一道香喷喷的清炖黑鲷鱼汤已经做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